看到没有？一点二秒钟，左边还点了一个光柱啊，手转九 combo， 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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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这关卡的通关要诀就是什么？一个字，黏。我们来替各位示范哈。对啊，平民三打五这有点磕到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替各位做通关的示范。其实这种是不太建议斜转的，但是对。我还是挑战了一下斜转，因为我combo说我想要拉上去。你妈妈的逼耶！哎，真的没有思考时间呢，连停都不能停哎。关卡要诀要念啊，请记得啊，各位。这边都是用先排珠子，排珠子，我认为是排珠子。有没有一 combo 就好？两 combo 了，因为一个我是小型猪啊，腐蚀猪，哪里腐蚀猪？哪里腐蚀？不是电极吗？自己手风化效果，风化还是腐蚀？让我们继续看六 combo 一样做叠猪哈。顺便当做厨技啊！不要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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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碾归碾，但是不要急，不要急就会过了。这边要做一个斜转的，比较难一点。嗯，靠北，竟然数字那么丢。按照本人的判断哦，两秒应该够，加两秒应该够。不要省了，不要省，技能不用省，念过去 ，get out！ 我没有激动，我只是对，还好了。这个要让他继承嘛，不要让他挤，不要让他挤。接下来。我们记得这个好像有个效果，我看一下。六回合 OK 啦，六回合就把它 KO 了嘛。OK， 一回合、两回合、三回合、四回合而已嘛，六回合 OK 啦 ，OK 啦。爹爹。一重电击腐蚀哦 ，OK 啦 ，OK 啦，胖了就丢啊，不用省，念，我说了念，念，念，念念念念念你吧，念你吧，念就对了哈，因为他设计虽然说看起来很鸡巴，可是他其实没有那么鸡巴了。
捏你吧。看好、哦、看好、哦、注意哦，我开幕的哦，客数哦，为什么？坏，一定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开客数？为什么被客欸？为什么要开？ Somebody tell me why， 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谁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开？有人知道吗？应该是有人会知道，没错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还没出现是不是？谁？为什么我要开这一支啊？对啊，为什么要开？对啊，被克数哎。好，是 GOAT， 没错，很多木珠，我就说嘛，就是你啊。这时候不开，什么时候开嘞？不过我们还是要碾过去啦哈。有没有看到没有？139万呢、欸！你在西亚里威王。哦，为什么我把两只双狼都开掉？因为最后一回合他不能没有限单体攻击哦，注意哦。这时候是要使用尖尖技能。什么叫尖尖技能？光尖按。不能尖尖哦，对不起，忘记了尖属技能只能开一个。给他一波舒服，好吗？那我们平民三到五，如果突破这个啊掠狼的1.25秒的转珠呢？我来试试看。看到没有？1.25秒之后，左边还点了一个光珠啊！手转九 combo， 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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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这手转九康姆含叠珠，这是不是很容易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要讲说我有开那个增加转珠的技能哦。对，这句话把它剪掉。哎，回合数没了，干嘛自己手指头？